这就是 Wings 为什么要花上亿元的资金来投资 VR 技术的原因。毕竟梦想是无价的，对吗？Wings 将与世界顶尖的 YRV 集团共同研发一款带有 VR 眼罩技术的消费级无人机。 并且会将这款眼罩全线赠送与极酷网的会员。快，安总，看中间。安总，看中间。安总，麻烦看一下右边。这会改变国内无人机的商业版图，对吗？接下来所有的问题都由 Wings 新任CEO石月先生回答。石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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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能介绍一下 Wings 在无人机领域的创新吗？ 听说投资规模非常大，您能给一个具体数字吗？现在投资的预算我们还没定下。那您介绍一下您的无人机产品什么时候可以上线呢？应该大概1年半以后会上线。会不会延期呢？不会。那您对虚拟现实眼罩跟它的结合有什么看法吗？大概明年就会开始试试。安总。 亲爱的太太，你的离婚证还没捂热呢，就找到新欢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对，就这个样子。这个就是你原来的样子。我喜欢你。这里不是叙旧的地方。这么迫切的让我走？我为了你，我抛妻离子，我给你身份，给你地位，给了你所有进入上流社会的筹码，而你呢？ 你去忘恩负义啊！拍我吧！我现在的样子就是你们认识的安总原来的样子。 别伤心了，快快快，擦眼睛。Q哥，Q哥，哎，哎，来，吃个零食，别哭了啊。抱抱我，你的最爱，治疗你受伤的心灵。不开心，求抱抱。抱我呢，抱啊，快30了，你装可爱个点。当初觉得还有伤有体贴，也不知道是脑子坏了还是眼睛瞎了。 这脑子坏了呢，可以修，眼睛瞎了也能治啊！吃吧，你说，你抱我吧。我抱你干嘛呀？我来抱我。
艾薇跟 Vince 真的签约了，太可耻了吧！石总真的是 Vince 的 CEO 吗？老子，你不会又一进屋就把门给关上了吧？林修栈到暗走陈仓，十月是幕后老板。那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？他不会已经已婚了吧？你说啥呀？没看新闻？安宁。Wins 的创始人肯定是终极 boss， 可他们看起来关系不一般啊！我会这么挽着你剪彩吗？啊，不是，咱们来捋一下思路啊！你看，十月有另外一个公司，然后这个公司又跟咱们抢生意，不给咱们活路。十月本人又有另外一个女人，不是，这不是骗财又骗色吗？别胡说！现在我们唯一能够确认的就是十月的确是 Wins 的老板，其他的事情你们先别瞎猜了。都散了吧。到时候你在现场，十月和温子还有那个女人，她究竟什么情况？事情恐怕不仅仅只是恶性的商业竞争这么简单。南桥在情感上受到打击，不比公司受到的打击小。那你刚才还说，十月向我承诺过，她是绝对不会伤害南桥的。在调查清楚事情之前，我宁愿选择相信她。可十月跟那个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如果我们早知道这些，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被动。我会去找他问清楚的。